近日，何超莲现身机场被偶遇，全程素颜出镜，迅速引起网友热议。当天，何超莲头戴鸭舌帽，身穿粉色外套搭配短裤，背着黑色双肩包，拿着机票和手机。路人视角下，何超莲的个子不高，被拍成了1.5米的既视感，近照也非常消瘦。粉丝透露，每天看你的社交账号，你推荐的美食都很不错。何超莲笑着回应：“真的吗？”另外一位粉丝则表示：“你现在怎么这么瘦？”何超莲表示：“有吗？”值得一提的是，何超莲似乎不太高兴，与几位粉丝尬聊，很是尴尬。由于何超莲素颜露面，她的皮肤有些暗黄，近照也很疲惫，与她自己晒出的精修图可谓判若两人。何超莲身边没有助理，也没看到窦骁，或许是一个人外出，没想到遇到了粉丝，无奈只能回应对方。看到何超莲的近照后，有网友质疑不化妆与普通人没什么区别，感觉像是从县城来的。还有人则表示长得很一般，但命不是一般的好。也有人认为何超莲真是不做作，真正的豪门千金却如此低调，实在难得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